水煮肉片啊，现在都是家常便菜了。今天把我从厨70年的经验分享给大家。来，随着视频往后看，里脊肉中间片一刀，顶刀切片，就是一元硬币的厚片就可以了。切好全部放入碗中，加点食盐，加水抓拌一下，浸泡5分钟。准备油菜、圆白菜撕成块，黄豆芽、豆腐皮、金针菇，控干水分的肉放入盐、鸡精、胡椒粉、料酒、生粉，一个鸡蛋清，抓拌一下。最后的重点告诉大家，放入食用油锁住水分，起锅烧油，油热放入麻椒、红辣椒、葱姜蒜、郫县豆瓣酱、火锅底料，炒香炒出红油，加入免费的自来水，盐、鸡精、白糖少许，生抽、老抽调色，烧开捞出料渣，放入青菜煮2分钟，煮至断生捞出，放入碗中，放入腌好的肉片，50秒就好了。捞出放入青菜上边，汤汁倒上，蒜末、细辣椒面、麻椒面、粗辣椒片、白芝麻、迷人的葱花，浇哇哇开的热油。如果你有缘刷到这个视频，就给我留个关注，要不有什么菜不会做的时候上哪找我呀，干着急。最后还是那句话，关注我还真有点用，感谢大家。